学生会、研究生会的同学们，一段时期以来，部分学校学生会的工作和干部中存在的功利化、庸俗化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。我们学生组织不能漠视、容忍这些问题，为建设一支胸怀理想、清晰同学、品学兼优、作风扎实的工作骨干队伍，共同维护组织形象，更好履行工作职责。我们发起此倡议，约定如下守则。第一条，恪守学生本分。我们要带头勤奋学习，学好专业知识，培养科学精神，模范遵守法律法规、校规校纪和学术规范，不能导致本末，荒废学业，不能因学生工作而迟到早退、缺课旷课。第二条，牢记本会宗旨。我们要把努力为同学服务作为主要目的，从同学中来，到同学中去，认真倾听广大同学诉求，积极畅通校园沟通协调渠道，实行示意帮助同学解决困难。第三条，拥抱理想主义情怀。我们要珍惜代表服务同学的荣誉和锻炼能力的机会，公私分明，敢于奉献，不计组织平台为个人镀金铺路，不借担任学生干部机会谋求加分保研等资历。第四条，扎扎实实做事。我们要把让广大同学满意作为工作目标，反对漂浮作风，反对形式主义，要扎根同学，勤于交流，求真务实，力荐模仿行政化的工作方式。第五条，营造平等氛围。我们要牢记自己的首要身份是学生，牢记学生会、研究生会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，坚决反对官本位思想和作风，彼此互相帮助，平等相待，不追求头衔，不装腔作势。第六条，摒弃庸俗习气。我们要努力建设充满朝气、干净纯粹的组织文化，不吃吃喝喝，贪图玩乐，讲求排场，要克服精致利己思想，坚决抵制社会不良习气侵蚀，奋斗无止境，永远在路上。我们期待有更多学生会、研究生会组织和投身其中为之努力的同学们，能够响应和参与此倡议，并立即行动起来，从自己做起，从身边做起，从每件事情做起，让责任、奉献和自律长驻心间，彰显我们充满朝气、积极向上的底色，共同锻造我们新的形象，创造我们新的业绩。倡议人：北京大学学生会、清华大学研究生会、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、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、北京城市学院学生会、南开大学学生会、河北大学学生会、山西大学学生会、内蒙古大学学生会、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会、吉林大学学生会、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生会、复旦大学研究生会、同济大学学生会、南京大学研究生会、浙江大学学生会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会、厦门大学学生会、南昌大学学生会、山东大学学生会、郑州大学学生会、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会、中南大学学生会、中山大学学生会、华南理工大学学生会、广西师范大学学生会、海南大学学生会、四川大学研究生会、重庆大学学生会、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生会、贵州大学学生会、云南大学学生会、西藏大学学生会、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会、兰州大学学生会、青海师范大学学生会、宁夏大学学生会、新疆大学学生会、石河子大学学生会、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。2018年10月6日。